吕公子。龙儿，快出来看看谁来了。我们家龙儿现在可是出息，这七夕乞巧节啊，上门的如意郎君那可是太多了，数都数不过来呀，一个接一个的。哎呀，怎么自己个还带个女的呀，真是。这两天我不在，你把人家一丝不挂的给保护了，真是佩服。殿下此话何意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进来吧，正好凑一桌。对对对，你们正好凑一桌，我给你们备酒去。心怎么那么大，凑什么一桌？此间多有唐突吧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清流特意为你准备的高丽锦的衣服，你有空试试看。你这是？略表谢意。有什么礼物非得今天送？是不是？龙姑娘，收下吧，人家这是表白呢。对呀，对呀。这个自古就是说不打登门送礼客，既然是李庄主和杜小姐送的礼物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进来喝酒吧。今日我和清流要去锦江上把酒关心，就不打扰各位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把酒关心，听上去好有意思啊！我们也去吧。龙帮主，这恐怕不方便，船家和酒卫就指定了两个人。那便罢了。你若想喝酒关心，咱们就爬到楼顶上，看得更远更清楚。天台的星星我都看腻了，我今天啊就觉得游船更有意思。大好的日子，索性更热闹点。听说你们银城的七夕乞巧夜市好玩，那咱们就去玩玩。酒嘛，可以改日再喝。好啊。我觉得殿下主意甚好，你去和船家说，船退了，钱照样给他，把他去退掉。主从客变，今天这事儿我做主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小月，帮我拿一下。好嘞，谢谢啊。龙姑娘，好好玩，好好走吧，好好玩。这个才好看。龙姑娘，你要小心啊。龙帮主可知道这七夕乞巧的来历？从小就看大家这么做，就是习俗吧。习俗都是有来历的，有古诗曰：“顿作七彩炼当空，换作河汉绣其中。”讲的就是古代有一位女子，为了等她远行的丈夫，坐在山上绣着丝。可是等了好多年，她的丈夫依旧没有回来。这名女子伤心欲绝，她所绣的云锦就化作七色云彩，升入了天空。切，等不来还要等，还不赶紧改嫁，真是死脑筋。